我今天自己本身也是用这个牌子的粉底液，然后这个粉底液啊，它有86%的保养成分在里面，然后有10种的精华油，很有遮瑕力，就是你脸上有斑点啊什么的，你看它就会漂亮，好像奶油哦，对，奶油肌，然后有个光圈。那我有一个10倍放大镜，我会习惯用这个放大镜去检视自己每天的皮肤，跟你要看看有没有细纹，所以上完之后我都会看。你就确定它是连那个10倍放大之后眼下的细纹都没有那么明显，我才对这个真的很疗愈哦，而且它挤粉刺超好挤，哇，是我皱纹怎么那么多啊？不是，好多。欢迎光临今天的女人我最大。最近呢，我看到一个人呢，她的化妆包比我还精彩，卞庆华。嘿，不要说是我，只有我们女人会有化妆包了。你对，其实男生自己也是蛮爱囤的，你靠口也会看很多很多。一些彩妆品，对呀、啊，那你每一瓶都会用吗？每一瓶，但是因为我用到不适合的，我就可能就自己。哦，对，也是，我也是，我是孝顺的妈，孝顺的女儿，所以我不适合的。哦，自己不适合的话就拿给妈妈。对对对，或快过期的。啊，已经过期的，我都已经丢到垃圾桶，她还会拿起来用。哎，我妈真的是这样子，妈妈都有这个，妈妈都喜欢这样，舍不得，舍不得，尤其是那个东西是名牌，哦，她更舍不得。真的，她看到上面那个 logo 就会把它捡起来了。对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有两派啊，一个就是非名牌不买，对，一个就是你知道吗？开架式的，他觉得是小知足，小知足。嗯嗯。那我们是这样啦，我们哈现在大家哈心情都比较很容易物质跟美受，买一点点小小东西，你就会开心的不得了，你会觉得很疗愈。这种东西又是日常用得到，哎，又不贵，你就觉得哦，就觉得哎 ，CP 值好像蛮高的哦。我感觉这样搞，我就是可以买。对，就是自己开心。对，然后又挺香，又试货。可是如果这个东西又是名牌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我可以去订了。就会觉得，就是我很喘，化完妆之后一直要把它拿在这边，拿出去很香，对呀，对，我是用这个的哦，我是用这个的哦，或者是懂的人他一闻，你是不是用那个什么牌子的什么香水或乳液？对对对对，尤其是护手霜，五百二，所以来啦，两派来了，开价派跟专柜派，那我们就要请教老师了，我们是适合什么派呢？艾文老师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艾文老师，谢谢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有介绍示范团以及爱买团，爱买团请举手。我们真的很就是三位，我们是三位，什么都要买，专柜开价全买，没错，真的，什么都要买，整个房间好客人呢。对啊，只要我们很挑的哦。对，阿鹏，你说不好用的我们就丢掉了。真的吗？那你有没有什么关键字？就是要听到什么限量。我觉得限量是一定要买，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颜色，你可能就某一个季节，或是某一个上某一个节目，或者某一个拍一个照的时候要用到，所以限量就会觉得不要错过。那如果说谁谁谁都用这一款，也会啊，也会啊，对不对？名人推荐，我也想长得像那家舒淇啊，对对，好的好的，来，那第一组我们就从我们化妆先上粉底啊，好不好？就有两派，到底你是开价呢？还是呢？你看专柜派啊，那个落差有一个零吧，差不多，甚至有，搞不好有两个零，对，有两，可能至少有5到6倍哦。史上最贵的粉底多少钱？有上万吗？有，那到2万，那最便宜2万，有到2万，粉底粉底耶，粉底啊，粉底2万，什么牌子？钥匙品牌，钥匙的品牌，2万。不都有加保养在里面，啊、都有。好好好，就来打来就好了。第一组 PK 一下粉底哈，Emma 跟谁？我。哎呦，小晴晴。其实专柜有时候呢，你就是人家，因为现在网络的这个行销实在太多，那我常就会被某某老师啊、某某老师们。去烧到，然后呢，像 Money 就是因为你要成为，就是他的品牌很大，然后你要成为他的，就是以他的成为的他的那个消费者门槛也很高，但是他的彩妆品、他的护肤品就是最容易让你触碰到啊 Money。你懂吗？你买他的球，像我之前要花，那是最入门的门槛。对，我觉得阿玛尼有好处是，它可以真的是一薄薄一点点，对，它就可以上你全脸，它的延展性超级好，然后它里面的保养成分就会让你推的时候，我后来就是觉得用手推比较没把握的话，我后来很爱是用这种粉底霜，然后那时候被某老师说。烧到也是一次就要买2个颜色，因为这2个颜色你就可以趁春夏秋冬再看你的肤色，
跟你的状况，甚至你的那个今天要穿什么衣服，你都可以调配出今天的特别色。因为像我觉得粉底刷好处就是它可以贴合你的脸，然后你刷上去呢，它真的是薄薄的，然后你就不够的地方你再去补。然后Armani 这个我觉得它的持妆效果超级久，而且它吃进去之后哦，你看它刷完超级自然，就是你只是会被打亮，像微素颜哦。对对对，你就是好像没画，可是你就是会，因为你粉底刷它会吃掉一些粉底液，所以不像我们以前会点在手上或是那个气垫海绵，我真的没把握。可是我后来用到好的粉底刷的时候，而且这种粉底刷的头啊，就是完全贴合，可以贴合你所有的。对，它刚刚是贴合你脸的每个角度。然后这一瓶粉底液多少钱？2000多块嘛。那个刷子呢，也是2000-3000吧。所以我觉得粉底刷，你看刷完就是整个人会提亮，可是你又不会觉得很厚。如果你是去还是比较重要的场合，或者今天要登台那种灯光很强，再往上堆叠也都 OK。然后它就是薄薄的，可以帮你修饰很多瑕疵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它大概8到12小时，那个妆容都是完整的。哎呦，中间都不用补吗？不用补，我还会用，因为我有一个10倍放大镜，我会习惯用这个放大镜去检视自己每天的皮肤，跟你要看看有没有细纹。所以上完之后我都会看，你就确定它是连那个10倍放大之后，眼下的细纹都没有那么明显，我才。对，这个真的很疗愈哦，而且它挤粉是超好挤，假的是，我皱纹怎么那么多？不是，好酷，看了心情会不好哎。不是这样，我连没有笑，原来我那么多皱纹，好恐怖哦！不要影响，你放大放大10倍了，正常人不会这样看。在哪？我觉得很过瘾哎，很过瘾哎，那个每个毛细孔，每个毛细孔，然后你那个眼下，尤其像我们，你这边会卡粉，对，然后有时候卡粉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拿出来，然后再用那个卡粉刷去把它刷掉。是显微镜的吧？你这个要卖给医美啊？你看错了吧？还是我的细纹哎，看我的心情很好哎。没有，可是当你看习惯后，你会发现我没有继续老化，你就会开心。因为这个给那个像我妈妈，他们要自己戴假睫毛的，最适合啦，就可以抓得到。哇塞，毛孔好大，对啊，感觉要做脸了耶。不是，第一个卖出的就这个镜子，太近了吧，太近了吧，太夸张了。你看我鼻头，我太近了吧，你的鼻头用。哎，等下可以先停，我去补个妆吧。很大。它真的显，那种连毛孔那种，好像那种照光拍的。对对对，你对自己好严谨哦。好的，所以这3瓶加上刷子买下来10000，很抠哦，一万多，一万应该有找。好的，接着下来开价了。好来，小齐炫代表，我现在是全素底的状态。然后我的皮肤就是比较代表亚洲人，大部分都是属于什么油性，我是比较油。比如说，如果我还没上粉底，我就会像这样油光满面，就是或者是一般人到了晚上就差不多呈现这个状态。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就是油光满面。所以呢，我对我来说粉底的控油很重要。那这一罐呢，它就是在开价蝉联，它自从上市以来蝉联3年的销售罐。它有8小时的控油技术，然后它控油又不会让脸收干，它是控油加保水，所以它会达到那个油水平衡，所以它一整天持妆度14个小时。都会呈现一个完美状，14个小时。刚刚那个Armani12个小时，你要跟他拖14个小时。对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我每次只要出外景，我一整天没有什么机会补到妆，我就一定会带这一罐。然后，而且它这一罐的持妆度是90%的消费者实测下来都觉得超过专柜的持妆度。哇，多少钱？对，多少钱？很便宜，300多块。哇，太多，便宜了吗？7罐怎么混都可以，对，你可以所有颜色都买。那瓶就是所有开价里面就是目前然后都会卖第一名的，对，一直都是。他说蝉联3年冠军，对，一直是冠军。我不知道他在国外有没有卖那么好，但他在亚洲是真的一直蝉联冠军，因为他就是持妆度、控油度非常的好。然后我出去只要那种一整天的，我都一定会用这一罐。你是薄薄的吗？还是很厚？薄上就可以，因为它的遮瑕度其实很够了。然后我就稍微的先大概随便乱。
我都乱，真的很随便。对，因为它很好推开，刚刚那个贵妇差很多。哦，对啊，没有工具，我需要工具。不是，然后我就它也有工具啊，我手，我这蛮好推的。对，因为它它就是非常好推开，基本上就不会有那种纹。然后他没有纹，是因为你年轻啊。有，我有细纹，我刚用那个放大镜一照，差点没吓死。对，没有。平常都以为自己没有，结果放大镜一照，还真的是照妖镜，那个细纹有够多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像我这个痘痘，对不对？它基本上只要你再多盖几下，它其实遮掉80%。哎，80%，它的遮瑕度非常的好。然后它有那个什么不见了柔光反射粉底，所以会让你的皮肤产生很自然的遮瑕状态，所以还没有像很有滤镜感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像有一件美颜的感觉。对，它还没有上遮瑕，它的遮瑕度就已经很够了。重点是它的非常不油。哎，你现在左脸有开那个滤镜？对耶，你这样比喻我就懂了，真的。我现在是上左边脸，歪歪了。明显的，你就是凯子。专柜与开价各有各的特色与拥护者，哪一组的粉底更吸引你呢？来哟，请问爱买团，请投票，一、二、三，我这个可以买10罐它的，不，10罐。专柜获胜了，好戏，胜利，胜利，请说，胜利。没有，我会选择专柜是因为。因为刚才 Emma 有讲，它就是里面的保养品的成分很多。那因为像我的年纪也是属于熟龄的，所以我会觉得我会比较适合专柜的这个。Okay. 对，然后那些开价派其实它只是遮瑕力够嘛，然后控油持妆便宜。我要多油一点，我不要控油，不要控油，因为我们有年纪了，对，不想要控油，反而是希望是要有一点油。对，要伪的，怕被控油。知名老师，我是以前模特时期就其实常常就有被示范过用过那个 Armani， 然后其实它真的是颜色非常的薄透，然后很自然，那种伪素颜，我很喜欢。因为我现在就是想要追求好像没画，但其实有画。好的，对。阿本，我觉得就像刚刚讲，它真的是很好推，然后其实只要用一点点就够。然后我觉得你的保养品里面呢、就是分几个阶段，你至少要有一个是稍微好一点的，然后去维持你自己肤质。因为很多人说啊，你皮肤好，用什么都可以。哎，错了，你就是因为皮肤好，才更要好好的保养、对，所以我觉得像这个粉底，因为它是最你一整天都挂在脸上的，对，很重要，而且面积比较大，对啊，像彩颜。然后今天 Vincent 老师呢，你选一个来示范好了，好，然后选一个粉底，那我们就找最麻烦的，就全台最干的女人。我要帮曾丽姐要示范之前呢，我先介绍我今天有带来了几个比较新的粉底，好哎，是2024的一些新品。然后首先要介绍的是这一瓶，很有名哦，这一瓶、这个很知道。它很厉害哦，就是呢，它这个品牌它有出一瓶红色的奇迹露嘛，对，然后那一瓶红色奇迹露有得过奖，然后呢，那个红色奇迹露的成分啊，它就把它加在这个粉底液里面，然后这个粉底液啊，它就是号称你用了7天之后，你脸上的浅层的细纹就会变不见，真的假的？然后我先压在手背上给大家看一下。所以它里面啊，就是有添加了我刚刚讲那个红色奇迹露的成分，所以啊，它这个80%都是有这个精华液的成分在里面，它等于好像就是你上了保养品在脸上，对，那同时又有修饰肤色的效果。OK， 然后呢，第二瓶的这一瓶啊，是一个日系的品牌，我今天自己本身也是用这个牌子的粉底液，然后这个粉底液啊，它有86%的保养成分在里面，然后有10种的精华油所以啊，它也是有一个护肤的效果。然后它上上去啊，会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光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而且它很有遮瑕力，就是你脸上有斑点啊什么的，你看它就会很漂亮，好像奶油哦，对，很奶油肌，然后有个光圈。对，而且啊，它里面就是不含任何的矿物油，然后还有一些致痘的成分，就是它都摒弃掉。所以像你脸上如果说很容易敏感的人，很容易长痘痘的人，都可以使用这一瓶。然后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啊，它是 MAC， 就是 Ivan 老师以前的老东家，他推出的这个就是也是保养型的粉底液，然后它里面啊也是有80%以上的护肤的成分。
然后呢，它有一个诉求就是啊，它可以让你持妆12个小时。哦。对，然后因为像刚刚有讲 ，Emma 讲到就是说，像粉底很怕就是会暗沉，对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抗暗沉的一个成分，所以它上起来的话也是有一点点透亮，透亮感。哦。今年的话就是流行的粉底就是有一点点亮泽度，这跟刚那个好像，对，就是都是亮泽，对，鱼妆的感觉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要帮珍妮姐示范的这个粉底液啊，是健康那些都不要，今天都不是要，我是要给我用的吗？你说啥？没有，哪个最便宜的？刚刚那些啊，刚刚那些都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有一个矿泉水啦，没有没有，缺水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嗯。接下来的这一瓶呢、啊，更厉害。哦。最厉害，最厉害的。而且啊，这一瓶也是最贵的哦，就是今天的粉底液里面最贵的。好小一瓶哦。对。什么牌子 ？Bobbi Brown， 快4000。浓稠下槽的。Bobbi Brown 的。哦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会帮珍妮姐用这个呢？就是它里面呢、啊、有将近90%的这个护肤的成分，它里面有这个抗老的生态，然后呢，它有一种咖啡色的海藻叫褐藻，哦，然后这个褐藻呢，它可以让你上在脸上，可以抗氧化，金褐金褐，抗暗沉。珍妮姐用这个就是呢，这个粉底液诉求就是呢，它你上起来会有一个女王光，哇，好心动哦，好想看，想当女王，当东东老师这么厉害，想当女王。然后啊，在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啊，就是我在最近发现的一个韩国化妆师都很爱用的这个，因为像之前呢、啊，就是有一些化妆师都会用这种奶油刮棒，这个比较长。然后你在用的时候，有时候都会去戳到眼睛，还是细节比较不好控制。对，然后呢，我最近发现了这个比较小支的这一支啊，它就可以让你比较好上妆。哦，啊，不是用这个直接上，不用刷子，也不是，对，就是我们就直接用这个。你看啊，它很小，哦，这好像在补土。对，你看它推起来，每个都是很均匀、很平。哎，真的哎。哦。好像是那个水泥的那个补墙的，有没有？对，那个墙肉。啊，那个涂 butter 黑，对，涂 butter 的，对。它就会变得很平，花完之后，我们就用一个就是气垫的这个粉扑，把它轻轻的拍开。哦，对哦。哦，哇，真的好亮哦。都会很平。哦，有哎。有女王感。女王光。然后呢，它是可以还可以再堆叠，哦，而且它那个挖棒是有就是斜斜的，它是顺着那个皮肤的那个轮廓，对，就是你就不用什么技巧。哦、然后啊，像这个啊、气垫粉扑这个，它前面有一点尖尖的，对不对？嗯、对啊，你就可以用这个沾一点点，干嘛？马斯啊，眼下，眼下，对啊。哎、欸，真的蛮亮的哇！嗯，你现在整个脸就是一个补水灰姑娘的故事哎、欸，右边是灰姑娘变身前，然后这边是变成杜瑞啦，变公主。对，然后呢，刚刚我们有讲到，就是说这个粉底液啊，它里面有那个咖啡色的海藻，对不对？嗯，它最主要就是抗氧化，因为像亚洲人的女生啊，上完粉底液很怕就是会暗沉。对对对，然后这个海藻它抗氧化的这个功能，就可以让你维持一整天，就比较不会暗沉。好的，对，那介绍给大家。太厉害了！利用最新的彩妆以及老师的巧手，珍妮姐从阿姨变成男生们心中的女王，真的是要给老师赞呐！这一盘真的是我的最爱，我基本上每天都是用这一盘，然后另外我还会搭配，这个也是韩系的，八个颜色。我跟你讲，这盘很好用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亮粉，我还会把它打在这个颧骨这边，我觉得该散一点。你这样不是那里更凸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不要、你这边更凹，你这样不是克夫？对啊。这一组代表是眼影 PK， 你要选择的是开价还是专柜呢？这一位贵气逼人，你应该不会去开价哈。我还是有开价的东西，比如像是眼线一笔、睫毛膏，有，对。
好，所以你的眼影是讲起来很没有说服力。有啦，还是有，因为像因为我皮肤是非常的干。哎，我是极度干燥，有比他干吗？可能没有，他可能赢我了。我是敏感肌又干燥肌，所以我很多东西用的话我会过敏。所以我不是说我不要用，是我真的会起一粒粒的。那今天呢，我要介绍这个牌子，是我觉得用过我很喜欢的眼影，一又很好上手。然后因为它粉质很细，然后它保湿度很高，所以用手指推开也很好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然后用刷具也可以。然后它就是这样子沾沾沾，就会觉得天哪，你的眼睛好像有一种在光下面有很像有钻石般的光芒。你自己是攀比，就讲得很心虚。钻石般的光芒，你觉得一盒多少钱？四色2000多。哎呦，对，那但是它里面是有保养成分的，也有保养成分，而且它持妆，它也会持妆12个小时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疗愈，在你在上妆的过程中，还有淡淡玫瑰香，我就自己很喜欢。那我现在今天要示范的是大地色系，就是所有亚洲女生最喜欢的颜色，然后也是每天日常跟晚上都很适合，就很简单。然后首先呢，我就先把这个打在眼窝，就是上面这个。这个打了中间色，对，中间色，然后把一些粉不要太多。那因为我的眼睛是属于比较泡泡眼型的，所以我需要做一个眼窝出来。但是他们家的细致度就是刚好，刚刚好，就是可以让我这个眼睛两边就变得不大一样，好快就对，而且非常显色，然后又很简单。然后接着呢，我就把下面这个比较深的最深色，对，然后再甩一下，然后。涂在这个，从这个眼尾这边开始往前，然后下面也加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日本的品牌呢，它追求的就是精致。对，你刚刚没有讲什么品牌？对，对，这是肌肤之钥。哦，对，那因为我的粉底液也是用他们家，所以我就想说就是干脆归中，就一起，就是看的心情蛮好，就一起买，对。然后我就觉得它的那个叠加就是非常的简单，不会让你觉得眼睛灼灼的，它就是有那个深邃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这边的地方我就会加一点这个亮亮的。整个眼神就不一样，就是一边是比较，然后它的那个光泽的细致度就很有。就是可以，我觉得可以不要再加。好，然后呢？对，然后没关系，只要你觉得不有点太多的话，你就拿一个刷子，然后把它们融合在一起。哦，对，因为它的粉很细，所以它很容易可以叠在一起，然后这样就不会太多。然后呢，眼头的地方，只要有一些日本女生很喜欢做一点小卧蚕的话，这边也可以加一点点眼头。然后加一点点下面，这个眼下的地方，就是在那个卧蚕，对，小卧蚕就可以做一点小卧蚕，对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的妆感是有，但是又不会太多，就简简单单的，好了，眼睛就亮起来了，对啊，眼睛就亮起来了，因为我觉得 ，OK， less is more， 就是不需要太多的颜色，来来来，个人觉得买眼影。一定要买开价的，为什么呢？我个人觉得眼影基本上它的成分应该不会落差到太大，而且我觉得大家用眼影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是显色度嘛，那先给大家介绍，还有一显色度，然后很好卸，对，有一些很显色，但是你卸好像它会粘在上面，对对对，会卡死的，两三天才会这样。我今天介绍的都不会。先跟他讲，这一盘我非常喜欢，是一个韩系品牌的。我那时候我在开价的地方，我一看到这个，我就觉得天哪，颜色太漂亮了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看它颜色非常多，哇，一盘有14色，很划算。而且对14色，你真的有在用，而且对你真的有在用，我真的有在用。而且我觉得这盘好的是什么？你知道这一盘，我记得那时候的价钱差不多600-700块台币，台币。而且你看它有这种有亮粉的。然后也有雾面的，就是没有珠光的，而且有些大，对，有些人可能用眼影，怕是那种珠光太多的，很容易散光，对，所以它有这种很基本这种浅色的，是雾面的，没有珠光的，然后跟有珠光感的，然后还有跟比较你知道 party 啊那种夜店也可以使用的颜色，
那我先给大家看的显色度，因为我真的是吓到，我就用我的手哦，我看我随便摸一个那个颜色，我就这样给它画，然后给你看，我给它涂在手上。哇，有没有超级显色？显色到不行。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，它这边有一个颜色很喜欢，就它这个亮的地方，它的这个非常的细致，亮片是很细致的。我跟你讲，完全媲美专柜品牌的细致。那你看我这只手，哎，完蛋了，刚好用到这一只。你看我这只手，哦，有亮，很亮，对不对？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光哦，这个亮的程度是下礼拜再来上海晒的那种亮。不会不会不会，马上就会消失。那是我刚刚抹的非常大力。好，那我先来示范这一盘，因为这一盘真的是我的最爱，我基本上每天都是用这一盘。然后另外我还会搭配这个，也是韩系的，八个颜色，八个颜色的眼影，这也是眼影。然后你看它一样，它也这种就很基本款的。然后又有这种很亮的，就是你可能要做一些你知道重点的时候，你可以涂一点点，对，涂一点这个亮片，通常会用这个比较粉嫩一点的颜色，然后先打我整个眼窝，你看我打上去，你看我轻轻一画，哇，显色到不行，会不会太显色了？没有没有，不会不会，我就喜欢这样。你喜欢这样？太直接了吧？我就喜欢。不会不会，但因为其实我的眼睛眉毛算是眉压眼的眼型，所以其实我的眼睛重一点的话，其实。还可以，然后会把它打在这下面，嗯，对，下眼角也给它涂一点，真的对，颜色超超哎超显，对不对？下手也很，我跟你讲，很轻吧？它下手很轻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超轻的，你再想想看，然后我还会再堆叠。这时候呢，我先上完这个颜色之后，我反而这时候才会加这个亮粉，然后亮粉会给它很多哎，留在这里眼头的地方。你很想让人家知道你有化妆。我这边堆叠以后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这盘很好用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亮粉，我还会把它打在这个颧骨这边，我觉得该。你这样不是那里更凸？啊、对呀、啊，不是不用。你这边更凹，你这样不是侧敷？对啊。没有，但你看我是漂亮的、啊。这边是要打那个老师说的内缩腮红，因为你有颧骨。反正我喜欢这里啊，我喜欢这里也打一点，然后这个打完之后呢，打完之后我还会再上。一个这个我听老师的，你们先看我画完美，然后我会再上这个颜色再深一点点的这个，哇，不会太多了吗？不会不会，我好高兴，很重，好高兴，很重，哇，那都是便宜的，哎，我圣诞节用更重，还用挖的。真的，你就看他是越下手，因为他都没有把一些粉先踩掉，他直接上上去，他直接涂，对，我直接涂哦。但你看啊，他那个两个颜色哈，不好不显色，对，这个不在一起了。你那是太用力红肿还是？好像过敏，真的像过敏。哪有？可是你看我跟你讲，那是因为过敏。我上完这一层之后，我的眼尾，我还会上一个这个。跟咖啡啦，那个刷子都不用擦一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把那个颜色上一个颜色擦掉再去看，你看好多只，你可不怕？你现在已经混了很多颜色在上面了耶！我觉得不是眼影问题，是你个人问题耶！他全部颜色变红颜色，他真的很显色。我跟你讲，知道他各位各位，我待会画完，你们只要看美不美就好，不要管我的东西。跟开价眼影，这次要选谁？你心里有答案了吗？你认为呢？来，请选择一、二、三。全部都开价，因为便宜啦，因为便宜。我觉得他那个野外求生的化妆，那个值得敬佩吧？省略，不得不就是，我觉得那个化妆法看个人呐、啊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就是女生真的刚入手在学化妆的时候，按照你那粉底啦、眼影什么都买很贵的，可是这种装饰型的，你自己可以试出适合自己的方式，然后自己用这个去慢慢学，就不是用那种很贵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刚入门的。用这两盘，然后我觉得价格啦，然后那颜色搭配真的是过年啦、拜拜啦，各种场合都可以用，婚丧喜庆没有岔走的哦。艾文老师，好，没问题，来，你来选施敏示范。这个颜色是舒淇色，就是。哦，完蛋了！我跟内地已经买不到了。哇，还有吗？因为
舒淇一擦就全部卖光，真的假的？现在唯一有货的在台湾。我觉得开价啦，就是我很喜欢一点，就是我觉得它桌可以做到好小好小好小，很好方便，因为包包都很小嘛。对，有时候我们去 party， 有时候要补妆啊，什么都会很方便。可是很少补眼影哎。有时候眼影出油啊，可是越补越重啊，或者是出油之后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浅一点点，就可以补一下。因为眼盘有时候真的很难带出门，比较大盘啊，像它这样，你看有出这么小，这好可爱哟，五公分乘五公分而已。对，底下还有，嗯，对，我上次超想买的。底下就是有腮红，这才会买得到吗？这样如果你喜欢比较偏的，哦，这蛮可爱的，嗯。然后底下就是腮红，哎，好方便哦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对。然后像唇膏啊，也有出到像这样子，哦，好小哦，很小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甚至你放口袋就可以。哦，这个好。而且它这样小小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颜色也很漂亮，我觉得现在的开价啊，出的颜色真的就是。比专柜颜色还要来得多。老师，这哪一家？牌什么牌子 ？iMini， 对 ，iMini，iMini， 也是。颜色也是，就是，哦，就一样很显色啊，然后又小小的，携带很方便。方便。重点是我觉得又很便宜。但是我觉得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，我觉得色彩类的东西啊，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你卸妆一定要卸得很干净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好，好，然后呢？今年的年尾啊，一直到明年的早春啊，流行什么样的颜色，该怎么样画？好哎。那其实呢，大家没有看到2024年的盆痛色已经出来了。嗯，有。有对不对？有一个叫柔和桃的颜色。哦，有有对不对？所以今年呢，其实在我觉得2023年的大家用的颜色也好像也很接近这样子的颜色。对呀。像桃，韩妆啊，会流行这样颜色。那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盘啊。这个蛮美，就是有点像这样的颜色，柔和桃的颜色，有点像我们讲的那种蜜桃奶昔的颜色，或者是说像这样的颜色，粉红色调，像最近也很流行。哇，对，好，那我就会用这样的颜色来做好了。好，首先第一步啊，我们在做眼妆的话，现在都很喜欢眼妆跟你的腮红很接近，所以我们会先用。腮红颜色来做整个轮廓的打底，嗯，像这样子，粉嫩的色调，嗯，先做打底，哇，好粉，很粉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好，我们范围呢，就是在我们的眼睛的周围跟眼下的地方，先做一个打底。它面积大概多大，我们就不用担心，就全部就对了，我就是很大气的，粉嫩的大气，没有关系。嗯，这颜色不用担心说，对啊，不，那个颜色不用担心，这种颜色不用担心，跟以前我们的腮红颜色其实不太一样。对，现在腮红颜色因为都很流行，画在眼下，所以颜色都做得比较有烹饪感，反而会让你的你的苹果肌有往上拉提的感觉。嗯，那我很需要，很需要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多放一点。年纪到了，好，放的位置就是眼睛的周围，到你的眼下这个。C 一个 C， 对，这个 C 都可以。那刷子的选择，你就可以选择不要太大支的，小支一点点，或者像火苗刷那种大小都可以。接下来用的颜色就是像用这个颜色，就开始用比较蜜桃的颜色，然后我会加一点点的打亮的，这样两个颜色调在一起。然后画的范围啊，我们看下面。我们就直接放在我们的眼窝上面，但因为你刚才已经有打一个腮红的底嘛，所以你放上去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一个自然的渐层。嗯，它其实就会有一种粉嫩的色调，可是也有桃色调颜色，帮你做一个层次的渐层。嗯，哇，好春天哦！再一点点在眼尾。接下来呢，我就选择这个比较亮的颜色，这个比较提亮的颜色。好，看一下。哦，好亮。然后把它放上去之后，你可以用手轻轻的把它推开都没关系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一样要给它点卧蚕。现在有卧蚕就是当道嘛。对，一定要有卧蚕。一定要卧蚕。你看卧蚕放上去之后啊，你会发现出来了。刚刚的眼妆好像变得没有那么重，
可是轮廓都变得比较深，由轮廓整个跳出来。而且这卧蚕笔好厉害，对啊，它加厚了那个卧蚕，哇，左边脸超大，眼神都不一样，真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一样我们就用我们的提亮的颜色，接下来我就用这个颜色，比较偏白一点的打亮，在我们卧蚕的地方。然后这卧蚕会建议可以往下往后，卧蚕能够多肥大就多肥，就是现在很当流行的多肥大就多肥大，养了两天好像要跑掉，可是你看真的这样的卧蚕啊，搭配这样的腮红啊，像卧蚕搭配这样的腮红就很适合，对对，很适合，很衬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眼霜。姐妹们学起来了吗？谨记老师的步骤，就能把开架彩妆发挥得淋漓尽致。2024最潮的眼妆也能轻松拥有哦。这一瓶香水啊，我特别要讲，就是它是孔刘的同款。哇哇，这个也是最近很多彩妆师们他们现在很火红的，它就很像有保养的光泽的嘴巴，有耶。好，那还有什么新货呢？袁倩老师，好，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底妆嘛，然后我今天有带来了2024即将要上市的新品。刚刚我们有讲到，就是啊，专柜其实它的底妆啊，质感就是还是跟开架会有一点差别嘛。是。那如果说你今天的预算可能没有那么高，但是你又想要画出专柜的那种质感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挑选这种就是妆前的凝露、妆前乳。对。然后这个妆前乳我之前有在节目上面有介绍过，就是它里面含有24K 金。对，那为什么里面会加黄金？就是啊，因为黄金它本身是带那个负离子，对，然后呢你抹在脸上，你脸上的血液啊它是带正离子，然后你正负离子会交替嘛，所以呢像那个埃及艳后她很喜欢用那个黄金的面膜，就是因为黄金啊它会促进你脸部的血液循环，然后会帮助你脸上的那个毒素会排出去，所以呢这个品牌啊它就是把这个黄金啊弄那个纳米科技把它打碎，然后呢用了24K 金把它加在这里面，所以你在化妆之前你涂了这个妆前乳之后啊，你脸上的那个暗沉的感觉就会瞬间提亮。接下来我也是要介绍这个是娇兰的限量的，也是2024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很有名的那个口红。对，然后它这一次啊，我今天带来了这个啊，是它跟那个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叫做品川亮。然后品川亮呢，他是日本的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，他本身的把画画在那个金箔上面，所以你看啊，他这个上面有这个很漂亮的金箔，然后他画了很漂亮的这个樱花，就是把它画在这个彩壳上面，然后这个品牌最有名的就是啊，他这个彩壳是那个 LV 的珠宝设计师设计的，所以啊，他就是拉出来之后，它里面还有一个镜子，对，哇，好漂亮，然后就是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，然后呢配这个很漂亮的彩壳，这样。2023的话是兔年嘛，然后2024的龙是龙年，所以呢这个品牌啊，它就根据了龙这个很吉祥的动物，去设计了用这个龙的鳞片。哦，对，然后很漂亮，就是一样，也是刚刚这个，就是 LV 的珠宝设计师设计的，哇，高级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口红啊，它有一个配对的，就是呢，它有推出了一个也是龙的鳞片的气垫粉饼，哇，好可爱哦，对，就一整组，对，就是根据农历年的龙年。过年可以，这很适合打麻将的时候。对，过年打麻将都超旺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个我要介绍的是那个 Tom Ford 的这个品牌。然后 Tom Ford 今天有带来了这个，就是他们以往就是很多人都会追求用 Tom Ford 的口红，就是黑色的管子。然后他今年推出了这个是白管，看得出来。对，我特别要介绍这个啊，就是这个颜色是舒淇色，就是。如果脸上
然后不要脸，自己说自己小小这个色号啊，是几号？几号？几号色？几号？几号？一五九，一五七色。现在这个色啊，在韩国跟内地已经买不到了。因为舒淇一擦就全部卖光，真的假的？现在唯一有货的在台湾，所以如果你想要买159，可以赶快来台湾买。然后这个颜色就是舒淇一擦就立刻。哇哇，性感，这个好，这个性感性感，然后擦就是擦上去会很显白。对，然后啊，我会介绍这支口红，就是像很多口红都会追求什么钻石光啊，对，水光。然后呢 ，Tom Ford 这个品牌啦，它就是研发出一个介于水光跟钻石光中间的叫做琉璃光，所以你看到吗？好会品，真的是好会哦。好高级哦。它的光泽啊，就是不像水光这么的爆水，对。但是啊，它又没有像钻石光这么的耀眼，它就是有一点点内敛的那一种琉璃光。有有有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介绍成熟知性的。对，然后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啊，就是他们这个品牌里面最贵的唇釉。对，然后这个最贵的唇釉为什么它是黑管唇釉，它里面添加了黑玫瑰的精油。哦，对，然后它擦上去，因为像而且它是雾面的。黑玫瑰会怎样？就是它会帮你滋润你的嘴唇。哦，因为像很多人擦雾面唇釉会有唇会干干的。对，然后搭配它这个擦起来很保湿。给大家试看看，这样小小一支啊，它卖2100。哇，就是擦上去会很保湿，蛮贵的，很贵，哎，真的很好撸，哎，对，就是很像唇泥的感觉，好撸，很好撸，我看看，好细哦，好密，好细哦，所以其实贵，其实还是有它的那个，好啦好啦，懂啦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 Tom Ford 的这一瓶定制香水，它研发出现在一个最新的限量的眼影，然后这个眼影就跟这个香水是同款，好撸哦，对，它的那个同款的那个。就是 Tom Ford 的延伸出来的这个彩妆，然后这一瓶香水啊，我特别要讲，就是它是孔刘的同款。哇哇，孔刘，小孔刘，小孔刘的老公，我老公，你老公，谁跟你说谁啊？真的，我老公变麻哎的感觉，喷给大家闻。哇，小孔刘，对，这一瓶香水，它的确是啊，就是好香哦，好像孔刘在身边。男生跟女生啊，他们都会很好奇说孔刘到底是喜欢哪一种味道，香哦。然后呢，大家就跑去抢这一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对，很粉味耶，这个我要，这很粉味，孔刘怎么会？对啊，这很女哎，其实。是你说我老公坏话，我觉得很好闻，我觉得很好闻。你还说你像舒淇，好啦，很女性。接下来最后啊，介绍的这个是那个香奈儿推出的唇颊霜哦。就会觉得化妆包好像太多东西，又有口又有对。然后这个唇颊霜啊，它就是加了这个更多了腮红，然后也可以当做口红。然后最主要就是它里面添加了80%的山茶花精油，所以啊，你擦在你的那个山茶花精油还可以擦鼻孔、鼻塞的时候可以用，那是白花油，鼻水花油，鼻塞白花油。不一样的东西了，就是比如说像你脸颊、啊、都会比较容易干嘛，对，这边嘛卡粉哦，我就不要用那个粉了，对，然后呢像你嘴唇啊就可以不用用护唇膏，就可以直接擦这个就是唇颊霜，就不会越加越多。而且我刚才是看它 logo 上面，就是它的盖上面 logo 好大，超美的，是哦，好有质感，超美，拥有香奈。出来，对，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2024的新品，好棒，喜欢，厉害。接下来 Ivan 老师，这个是我去韩国的时候买的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它其实已经出来一阵子，可是它一直不断出新色。然后，对我去韩国的那种就开价那个啊，就是店啊，那个它只要一就是开价像我们的那种啊，那种哎，对，只要它只要一补上货，它只要一补货。立刻就买拿走，假的，立刻真的，可爱啊，超可爱。他的那一柜，因为他是开价嘛，就是很多的品牌，就只有他的那个柜台人最多，而且只要专柜人员把货补一补上啊，对，立刻被拿走，立刻被拿走。那个像那个水彩，对，很像小水彩，对，可以拿来看一下，蛮可爱的。对，这个真的很推荐给大家。它有很多颜色，它好像有十几个颜色。然后这个它，因为我刚刚给你看，它是雾面的。然后还有像这样子有亮面的，
这个品牌最近出的这个，那是拉卡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比较有光泽度的。然后它是这个颜色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它可以叠在任何的口红上面，就是它也是有点无花果的颜色，看起来是灰灰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它实际上擦起来啊，它是带红色调的，它是有点像无花果的颜色。嗯嗯嗯。对。然后这个它擦起来是水水的，有光泽度。哦、oh. ，它擦上去之后的颜色会慢慢越来越偏红的颜色。嗯、oh. ，好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也是最近很多彩妆师们他们现在很火红的。它擦上去之后很像，我擦在我自己的嘴巴上给大家看好了。嗯，它就很像有保养的光泽的嘴巴。好润，哎有哦有哎。而且它还有一点点润色效果，很润色，很润，感觉好水。我故意擦比较红的颜色给大家看的，然后我买了这三个，就是它最热卖的三个颜色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啊，经过镜头会很漂亮，很多们彩妆师们都会入手的。好，然后最后呢，我要推荐一个，就是我这也是我去韩国买的，这也是一个韩国的彩妆师他自己的一个自己一个品牌。然后这个它是妆前的产品，大家可以用看看。妆前，对，妆前的，它是保养妆前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光泽度啊非常的漂亮。你知道彩妆师很会出一些，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效果。嗯，那这个彩妆师他是画很多韩国艺人的，是水光肌的那个打底。对，水光肌打，然后我试在妆给大家看。哦，是它的量哦，它的量不是像我们放打亮液在里面那种量，对，它是保养的光泽，它好像水，味道很好，对对对，吹过去很水耶。这个台湾网络上买得到，对。然后它还有很特别的点是，我觉得它之后你擦任何的底妆，不管你擦多少，都完全不会起屑。哦，这好重要。对，之后你摸它，它就是很滑，你看它的光泽度一样是。很亮耶，这个很可以，哦，你右手好提亮哦，非常亮，而且你摸它，它是滑的，完全不会黏，嗯，也不会跟你的底妆打架。对，因为有时候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就需要这个。这一瓶我觉得我去韩国挖到宝的，因为很多这个这瓶没有任何的网红推荐啊，也没有什么打广告，我就抹完就发现哇，它的质地是我非常喜欢的，然后回台湾试的时候。他也不会跟我的底妆打架。好耶，今天的所有商品详细资料请追踪女人我觉得 IG 就知道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导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。